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今天我们节目前面还是先来看莲生法王卢胜业在西雅图传授冰头卢长眉尊者大法的传法内容。我今天跟这个冰头卢啊坐在我面前，我跟他讲，明天大家到彩虹雷藏寺去，会摸你的前身，那你就坐在那里乖乖让人家摸。哎，不是给你按摩，哎，是你要答应这个卢师尊，人家摸哪里你就让他好哪里。因为你是福田第一啊，那卢师尊是福田第二，不能随便给人家摸的啊，卢师尊不能随便给人家摸的，你可以啊。那希望你啊能够这个坚持到底，人家在摸你的时候你不要跑，还是乖乖走在那里给大家摸吧。这个法的修行啊也是金刚合掌啊，冰头卢尊者也是金刚合掌，金刚合掌代表很多，所以也是金刚合掌的手印，金刚合掌啊。这个冰头卢尊者是我的 brother 啊， my brother， 你一定要答应，答应我，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我不能伤害他，他也不能伤害我，因为我们都是大阿罗汉，当初修成的时候都是大阿罗汉，都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不可以伤害对方。所以我今天是很客气的跟你讲，很平和的跟你讲，很和平的跟你讲，无论如何人家摸你的脚心你也不可以跑，就是摸到你发痒的时候你也不可以跑。好了，我帮你背名用。当然这是莲生活佛的慈悲，但我们要知道触摸任何佛像都是要按照仪轨，以免不敬反遭因果。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莲生法王卢胜彦在2013年所主持的西雅图秋季大法会，在当天卢胜彦布施基金会也制作了特别的影片，报告给大家这些年卢胜彦布施基金会针对赈灾、教育奖学金、健康照顾的资助善款已经超过120万美元，受惠的朋友莫不表示感谢。同时莲生法王也为在家居士做菩萨戒，莲生法王也为许多新人做福证，一切吉祥圆满。在法会结束之后，也有发心的弟子赞助此次的法会，圣尊特别与他们合影以表勉励。莲生法王在2013年8月24日为现场弟子做百年来唯一一次的传法灌顶，冰头卢长眉尊者大法。Thank you.
在隔一天，2013年8月25日，西雅图彩虹雷藏寺冰头颅长眉尊者的佛像，吸引了所有的与会弟子前来排队，请求冰头颅尊者的加持。的是一波未了，一波又起，永远是无始无终。大海有很多浪花，大风大浪后仍然是海。佛心是海，人间是波浪，你我在人间流浪，最终又回到海上。佛心是海。而在这一头，彩虹雷藏寺的护摩殿也是有大批的弟子等候莲生活佛的签名，他们都是护持卢胜彦文集的书迷。回到海上，一切发生的事，一波未了，一波又起，永远是无始无终。大海有很多浪花，大风大浪后仍然是海。佛心是海，人间是波浪，你我在。我们镜头再来看这边，有一群默默耕耘的人。我心是海，人间是波浪，你我在人间流浪，最终又回到海上。给你点上新增节目，会继续为您剪辑出莲生法王弘法行程的花絮。我心是海，人间是波浪，为求2014年国泰民安，风调雨顺，2月9日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莲生法王卢胜彦将亲自主坛尊圣佛母息灾护国祈福大法会，愿我们的心力能共同回向我们的土地幸福安乐。台北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尊圣佛母护国大法会，欢迎您前往参加，详情请电中观堂或台湾雷藏寺0492312992。燃灯杂志2014年马耀飞腾特别为护持的朋友祈求马头明王、象鼻红财神、瑶池金母大大加持，新年如意吉祥。燃灯杂志马年护持行动，详情请电0492312992。新年赐福好消息，台湾雷藏寺1月31日大年初一，莲生法王卢胜彦将赐福红包，欢迎您来参加弥勒菩萨护摩大法会，新年祈福，祝您所求如愿，财源广进。台湾雷藏寺护摩法会详情请电0492312992。各位观众，甲午年即将来临，生肖特别是属马、鼠、兔、鸡的朋友，台湾雷藏寺欢迎您登记新年报名安太岁和点光明灯，详情请洽台湾雷藏寺0492312992。给你点上新灯，我们之前看到的是莲生法王卢胜彦传授冰头颅尊者大法，讲解了许多佛陀时代的戒律。今天我们在特别汇集整理什么是真佛弟子该有的戒律，这是在2012年8月18日加拿大 Edmonton 静音雷藏寺莲生法王卢胜彦亲临主持十轮金刚大法会，我们就来看当天莲生活佛的宝贵开示。两和尚
道家正风上师，十六世大宝宝卡玛巴，初登达尔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护摩祖尊，十轮金刚佛，敬礼护摩祖尊，十轮金刚明王，敬礼护摩祖尊，十轮金刚佛。啊，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大家午安。
仙女都哪里去了？仙女是长生不老的。这个时间过得好快，我自己今天早上在佛贴的照镜子看，哎呀，自己也老得不像话。然后到了这个金莲上寺呢，那么一看，哎，看到莲华，哎，看到莲华，我说，哎，这个莲华没变啊，也很奇怪，我印象中的莲华，跟这么多年没见面的这个莲华，哎，都是一样。要问你啊，你是吃了什么仙丹的？哦，忍住不能吗？我想也对啊，我想也应该对的，因为你想想看，这个杨省的这个十大。这个贡献者，这个十大奖，十个人得奖，百人得奖，一百人得奖。哎，莲智上师得奖，连长子还没有得奖。这个当然很多事情要忍辱的嘛。你把那个。上面写着莲字，你在上面写着莲华，我们你们两个都得奖。这个有一个笑话讲嘛，对不对？有一对夫妻结婚很久，那儿子就跟。爸爸讲说，我看现在的这个新郎新郎跟新娘求婚的时候，就是跪下然后捧着花。这个儿子就问爸爸，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跪下然后拿着花跟妈妈献花？这个爸爸就讲没有，他那时候没有，因为妈妈说这一次免，以后跪的机会多得很。我想这个连环他一定跪的机会蛮多的。所以他忍住波罗蜜，这是非常正确的。今天有提到忍住波罗蜜。那么在世界各国，我讲《十轮金刚法》，也开示了很多场。每一次《十轮金刚法》会，都有一个主题。那么到了这里以后呢？我就觉得，那么应该到了讲戒的时候，十轮金刚法有很多的戒律，其中有一般的戒律，佛教徒所需要的种种的戒律，跟密教的戒律，跟十轮金刚法的戒律都有。那以后做十轮金刚法会跟十轮金刚父母都应该要讲戒，戒是最重要的。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所有的弟子问佛陀，佛陀灭后应以何为师？
释迦牟尼佛讲以戒为师，就是你必须要守佛教的戒律。所以不守戒律的，我们就称为破戒僧啊，破戒僧。那么在家居士有在家居士的戒律，有五戒，有菩萨戒，出家的戒律有沙弥戒，有菩萨戒，还有种种的戒律，菩萨戒是最大的，沙弥戒、比丘戒跟这个菩萨戒，出家的要守三种。最开始的佛教的戒律是五戒，那第一个戒律是所有的佛教徒通通都需要守，就是不杀生。啊，这个戒律非常的重要。啊，关于这一点呢，这个不杀生呢，什么叫做杀生？什么叫做不杀生？那么所谓的杀生，就伤害到六道众生的生命，叫做杀生，就是外在的，内在的，伤害到众生的慧命。就是内在的杀生。那我们当初阿底峡尊者，你知道印度有一位很有名的阿底峡尊者，他会学会了种种的经论以后，他还乘着船从这个印度到狮子国，然后再到苏门答腊，就是印尼现在的赞卑，印尼现在的赞卑地方，那里住着一位那个大成就者，就是金州大师，他向金州大师求保。金州大师最主要传他的法是菩提心，发菩提心，这是最重要的。其中有一样叫做自他互犯法，自己跟他人互犯，不是完全指人，是指六道众生。那么这个发菩提心是每一个佛教徒都需要发菩提心的。阿底峡尊者有了发菩提心的传承，从此呢，他认为所有的佛教徒都必须要发菩提心。各位观众，您知道超级敬爱本尊咕噜咕列佛母有什么秘密法门吗？为求马年事事亨通，莲生法王卢胜彦将特别传授咕噜咕列佛母十方发射不共大法，所以台湾雷藏寺今年的新春祈福大法会，欢迎您把握法缘，创造新年好运。2月8日星期六，台湾雷藏寺甲午年新春祈福大法会，求财增福，详情请电0492312992。各位观众，继月河的流水之后，我们将再次的如沐在卢胜彦的竖琴之中。法王作家最新琴诗发表，对着月亮说话，请您珍藏。各位观众，真佛宗法国的秀基师姐努力推广卢胜彦文集，已经完成翻译，做出。